下面一个特别重要的词，我们来看一看"一步、步伐、步子"这个词，就是我们生活中哎迈这一步这么一个动作，就叫它。我们大声读一下，在这是名词 pace，pace 表示一步步伐迈一步这个意思。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呢，它跟另外一个词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也是表示一步步伐。再来一遍 step。表示一步步伐，这两个词一般来说可以替换，一般来说差别这个并不太大。咱们看一些例子：take one pace forward 要往前迈一步，或者说 take one step forward 向前迈一步，对吧？这么一个动作。再比如说 quicken one's pace 或者 quicken one step 什么意思呢？加快了某人的脚步。quicken 表示使变快一些，使变快一些的，加快了步伐，这是脚步或步伐可以用它。这两个词是同义词。但是 pace 呢有一个派生意，这个 pace 还可以表示节奏或者是速度，节奏或速度，因为步伐有快有慢，它表示节奏速度好理解。表示节奏速度的时候呢，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词，就是音乐的节奏，这个 tempo 也行。我们分别再读一下 pace、tempo，再来一遍 tempo。这个本来表示音乐的节奏，但派生意都可以表示速度啊，这个多做比喻了。比如说。The pace of life，生活的步调；the tempo of life，生活的节奏是类似的，就是快节奏的生活。你看，the fast pace of modern life，当代快节奏的生活，就当代生活的快的步调，也可以说成 the fast tempo of modern life，当代生活的快节奏，也就快节奏的当代生活。表示这个含义，这两个词是可以替换的啊。我们先把这个两个含义的替换先记住啊。那么 pace 呢，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习语，顺便可以记住，就是跟上什么什么，不落后于什么。那么这搭配特别好记，就是 keep pace with 表示跟上不落后于，字面意思是呢跟它保持同步，您迈一步我迈一步，你迈一步我迈一步，我不落后于你，这个感觉叫 keep pace with。 比如说你说这么一句话，对于一个公司来说，跟上市场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一旦落后了，恐怕这公司马上就不行了。跟上市场的变化，咱们看怎么说啊。 It is important for a company to keep pace with changes in the market。 那么对什么来说，对公司来说，什么是重要的呢？后面那个to do 是真正注意了，跟上市场的变化，这个变化用的是 changes， 哪某方面的变化加 in 市场中的变化，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哎，这是跟上什么的这个前进，不落后于。好，这是我们 pace 这个词本身的用法。但是这个 pace 呢，表示步伐。再回到这个中心意思啊，普通的一步叫 pace， 我们还有一个词叫一大步，往前一个大的跨越，用力跨了一大步。你发现口型就变大了，我们大声读，来读一下 stride。 你听 stride，迈了一大步，迈过来了，明显是一个大的动作，但它发 I 的口型。这个呢也有一些重要的表达，比如说 make strides in，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跟中文这类似，长足的进步就 make strides in， 注意加介词 in， 这个地方用复数。咱们看例子，比如说看这句话， Medical science has made great strides in tackling infertility。 那么医学，就医疗科学了，就医学的 medical science 怎么样呢？在 tackle 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那个残超健美组那课书讲过，应付处理解决有个动词叫 tackle， 动词原形呢是 tackle， 在这儿需要一个动名词，去掉字母 e 叫 ing， 应付处理解决。 infertility 叫不孕症不育症，我们再读一下这词 infertility， 就是医学在解决不孕症这个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古代呢只能去磕头求子，现在呢我们像北京天伦医院吃复药秃噜秃噜的生，你看现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make strides in， 这是大跨步。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用力的往前一跳，一个飞跃，这好像更远了。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个词 leap， 这个词做动词做名词都可以啊。是什么意思呢？就用力的往前跳，而且一般多强的双脚同时往前跳，立定跳远，嘿，这个感觉叫做 leap， 用力的往前跳。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个短语，
叫三思而后行，怎么说的呢？就是 look before you leap， 这是搭是押韵的。look 和 leap 是押首韵的，开头一样。就蹦以前，你得先看看前面有坑没有，三思而后行，不能够做事情太冲动。look before you leap， 它做名词就是大踏步，用力往前一个飞跃，用力的一跳。咱们看看美国功勋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在登月时说的那个名句，你看他是怎么说的？就是这个哥们儿，来，他说什么呢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哎，这句话通过电波传到地球上，成为名句传下来了。这个人名字我们也记住了，这个立功、立德、立言，哎，至少立功又立言了。这个他说什么呢？这是人类这回个人的一小步，但是却人类的一大步。这个个人一小步 step， 哎，这个用的普通的步伐是对的。对我来说，我迈了一步，看似跟去菜市场买菜迈一步差不太多。但是人类来说，是个巨大的腾跃，飞跃起来了。为什么？实现了当时登月的梦想，终于像后羿、像嫦娥一样，这个追嫦娥一样，到了这月亮上，哎，这个实现了千年来人们的梦想。一个巨大的飞跃，这个时候用 leap， 这个相关词呢，我们可以把它同时记住。那么我们还又记起来，在实务课说过一个什么非常快速的这个结构，大家看还记不记得？叫做 by leaps and bounds， 它的意思表示 very quickly， 大家还记得吗？这个 leap 表示用力往远蹦，这个 bound b o u n d 也可以把它换成 b o u n c e， bound 跟 bounce。是类似的，是什么意思呢？就弹跳起来，弹噔噔噔噔噔弹跳。这个 bounce 这个词在实务课我们还没有讲到呢，未来会看实务课中会碰到，就反弹起来，是这么蹦。这个动作叫 bounce， 也可以表示一个皮球蹦蹦蹦蹦，这个动作你看一蹿一蹦，一蹿一蹦，蹦蹦跳跳，蹦蹦跳跳，它的派生叫 very very quickly， 非常迅速的。这个我们把这个相关词汇读一下，bound， bound， 在这是复数，它还有另外一个同义词，就是 bounce， b o u n c e 也行啊，也是这个弹跳这个意思呢。这个习语呢，生活中用的特别多，咱们还是通过一道听力真题来练一练，咱们看看这个题应该选哪一个。好，全神贯注，我们先来听一遍。Three, your little nephew is growing by leaps and bounds. Yes, he must be at least 3 feet tall already.What do the speakers say about the woman's nephew? 他问的是关于这个女人的 nephew， 这个人说了什么呢？我们再仔细再听一遍啊。Three. Your little nephew is growing by leaps and bounds. Yes, he must be at least 3 feet tall already. What do the speakers say about the woman's nephew? 关于这个女人的侄子或者说外甥，这个说话的人说了什么呢？咱们看一个选哪一个。啊，大家可能立刻能看到，当然选 A， 对 ，He's growing very quickly， 这小孩长个长得特别快，一蹿一蹦的长，小孩长个快。咱们看为什么选 A， 选 A 是正确的。咱们看着原文再听一遍。Three, your little nephew is growing by leaps and bounds. Yes, he must be at least 3 feet tall already. What do the speakers say about the woman's nephew?一男一女对话，这个男的说，你的这个小 nephew， 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侄子是外甥了，咱比如说他都叫 nephew， 比如说侄子吧，你这小侄子啊，这一蹿一蹦的长个儿啊，三天不见也长这么高了的，这大小伙子了都，对，长个儿长得真快， by leaps and bounds， 用习语相当什么 very quickly。 这女的说 yes， 是啊， he must be at least 3 feet tall already， 他现在至少得有3英尺这么高了，不是三个脚这么高了，这 feet 叫英尺嘛，至少3英尺这么高了，长个长得快。那么后面会 What do the speakers say about the woman's nephew？ 关于这女人的侄子，他们说什么了呢？当然是表示 He's growing very quickly， 长个长得特别快。选 A 是正确的。这是表示步伐、大步、蹦跳等等等等，连词汇带相关习语，同时记住了。你看李老师给大家讲的内容是精挑细选的高频用语，而且考试的高频考点。希望大家不要辜负李老师好心，把它记住。背下来，不是听一遍好玩，那不管用啊，得背下来。怎么背呢？大声读出来，
哎，一遍一遍写下来就好了。好，这个词咱们重点词看到这儿，下面我们再看一个重点词，叫逃跑、逃走。我们再大声读一下这词 ，flee， 逃走或者是逃离，哎，逃跑了。这个词首先注意，它是一个不规则动词，它的一般过去式、过去分词不是 fleed， 而是 fled。去掉一个字母 e， 再加字母 d， 我们分别把三个形式读一下 ：flee, fled, fled。动词原形 flee， 一般过去式 fled， 过去分词还是 fled， 表示逃走或逃离。注意这个词是不及物动词。他强调什么呢？他强调惊慌失措的被吓跑了。一般出现恐怖的事情，惊慌失措的被吓跑了，哎，一般用它。你看本文中用的就特别准确。咱们看本课书最后一句话，就是咱们62页的第15行到第16行。62页的15到第16行，看这句话。When Mrs. Richards walked towards him, he fled, slamming the door behind him. 当理查兹夫人朝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吓跑了。用力在身后摔上了门。这个 fled 在这儿就是 flee 的一般过去式。为什么呢？当时理查兹太太打扮成一个鬼的模样，这人查电表还以为家里真有鬼，哟，好嘛，追我来了，赶紧被吓跑了。你看这个惊慌失措的逃掉，强调被吓跑了，这个用的是对的。但是逃走呢，有好多好多词汇。我们还有一个词叫潜逃，偷偷摸摸的，趁别人不注意逃跑了，潜逃。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词 ：abscond。abscond， 注意这个不是被吓跑了，是潜逃，潜水那个潜，偷偷摸摸的，趁别人不注意跑了。常见搭配有，比如说 abscond with money， 是什么意思？就是拿着钱偷偷跑了，携款外逃了。来，用它刚刚好 ，abscond with money， 这是偷偷摸摸跑了。还有一个也是逃，叫做跟情人跑了，叫私奔了。哎，私奔了，我们先大声读一下这动词。Elope， 这是为了爱情。为什么爸爸妈妈不同意、啊、双方老人不同意，但是两个人呢非常希望到一块儿。你看 Elope with somebody， 跟某人跑了，跟某人就私奔了。本来呢两个人情投意合，但爸妈不同意，说你这不行啊，孩子太小，才4岁，妈妈不同意，大点再说。但是呢趁着妈妈不注意，小手拉小手跑了。 Elope with somebody， 与某人私奔了，这也是个逃走。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词是没有什么特殊含义的，就是 escape， 就是逃走了，这个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了。我们说越狱 escape from the prison， 哎，注意这几个词一般来说都是大多数都做不及物动词来用，把它记住就好了。这是逃走、逃离，放在一块记住。好，这个重点词我们看到这儿。那么下面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词，咱们看一看，砰的一声，用力关上某个东西。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词，然后跟着老师大声来，注意嘴要咧开发哎。把这个嘴角往两边分开，大声里面 slam， 最后 m 一定把嘴唇闭得紧紧的啊，再来面 slam， 你口型大啪的一声用力关上，一般指什么关门啊、关窗户啊等等等等，是表示这个意思。而且表示这个意思的时候呢，我们先看看它怎么来用啊，及物不及物都行。你先看不及物动词 the door slammed shut。这个门咣的一声关上了，这是不及物动词。这门关咣当，可能有人摔门或者是风大，咣门这关上了。 slam 注意是重读闭音节双写 m 加 ed， 后面还可以加补充说明词 shut， 没有这个 shut 也行， the door slammed 也行，或者 the door slammed shut 这个也行。或者我们用及物动词用法，别摔门，别咣咣摔门，轻点，孩子睡觉呢的，我们大声读下 don't slam the doorDon't slam the door， 就不要光光的去摔这个门，这是及物动词了吧？哎，使门用力关上，及物不及物都行啊。而且呢，大家记住，表示这个含义的时候呢，它跟另外一个词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也是大声的去关门，而且又是及物又是不及物，这两个词真是可以替换，完全一样。注意发音，不要读 bang， 那不 ang bang， 那是汉语拼了，不是发 ang 的音。那前面这个字母 a 呢，还是咱们以前说的发梅花，像梅花一样这个 a 这个声音。后面 ng 舌根拱上去，先发 a， 再拱舌根发 ng 啊 ，ng 啊，不是 ang 啊，是 ng 啊。我们大声读一下 ，bang bang， 这个发音比较怪，对吧？
是这样的，因为在汉语中没有 ang 这个音节，汉语中有舌根音，但汉语中只有 ang、ng、ing、ong， 但没有 ang 啊。先咧嘴，再拱上舌根，把喉咙堵住 ，ang、ng， 再来一遍 ，bang、bang， 这么一个动作，它很别扭啊。连刚才的例子都能替换 ，the door banged shut， 或者是 the door banged 都行，或者 don't bang the door。别光光摔门，这个都行，表示这个门关上可以用它。这两个词呢，做名词的时候用法也一样，表示光的一声，这个当名词也行。你看 ，the door shut with a slam，the door shut with a bang 啊，都行，表示咣当的一声，这个也行啊。咱们下面呢也是听一道听力题，咱看看这个听力题里边该选什么，同时看看美国老师怎么读这些词。Question number 19。The door banged shut. 好，咱们再听一遍，同时看一个选哪个。Question number 19. The door banged shut. The door banged shut. 大家看应该选哪一个？咱们看很容易吗？明显选 D 选项。The door closed loudly. 这个门大声的关闭了，大声的关闭了。为什么呢？我们看着原文再看一看。Question number 19. The door banged shut. The door banged shut. 这个门咣当一声关上了。答案当然是 D. 门大声的关闭了就好了。而且注意不要读 bang， 而是 bang shut， bang 啊，这么一个口型就对了。好，这是第13课，生词不多，但重点词不少，请大家仔细的多次收看，把重点把它记住，在笔记本记好，反复收看。我们这笔记本平时没事就放到包里，我们在等车的时候，在车上公交车地铁里没事拿出来翻一翻啊，多看一看，多翻一翻，把知识点记住，这我们英语能力才能突飞猛进的实质性的扎实的提高。好，单词我们跟老师先学到这儿。